五彩的光线，迷人的音乐，予阮心情真轻松。甜蜜的笑容，优美的舞步，前后左右在摇动。男男女女对对相相，配合着音乐声叮叮当当。一对香腮，一对香灯，姿势是爸爸款。车车爱我动，路路丝啊慢慢啊转。阿奶拢无尖叫声哈、啊。五彩的光线，迷人的音乐，予阮心情真轻松。甜蜜的笑容，优美的舞步，前后左右在摇动。着音乐声叮叮当当，一对香腮，一对香灯，姿势是爸爸款。探戈车车爱我动，路路丝啊慢慢啊转。我无白忙啦。彩的光线，迷人的音乐，予阮心情真轻松。甜蜜的笑容，优美的舞步，前后左右在摇动。男男女女对对相相，配合着音乐声叮叮当当。一对香腮，一对香灯，姿势是爸爸款。车车爱我动，不如丝啊慢慢啊转。啊！再一次掌声的欢迎陈梦贤。啊，这艾瑞，这艾瑞啊！各位的乡亲，我回来了。我爱你，哪里侬爱我无？搁较大声嘞啊！今仔是幸福，我有你，我就足幸福啊！恁讲对不对？啊！哎，美人姐，美人姐，这个囡仔怪怪。啊，没，搁一甩就退咖。这个天公穿雨袜来啦！你看又奇怪无啦？啊，你连刷未？连刷未啦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哦，美人姐唱歌。哎。老歌啦，七七嘞，七七嘞，哎呦，唔甘唔甘，普通声甲阮梦想鼓励一下，真正诶，家人人啦，家人人特别来到高雄唱歌互恁听吼，真正真有心，真有心。哎，安尼讲小可唔对哦。虽然我即卖户籍已经迁去家人，算是家人人，嗯，但是呢，我嘛会当讲是半个高雄人。哦，因为我自即个国中诶时阵，我就搬来高雄，啊，已经住要二十年，所以我嘛会当讲是半个高雄人。而且我高中、高中、大学拢伫高雄读的，我是高雄的高材生。哦，我高雄政大毕业呢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伊是学历真高哦，政大。是啊，即马政大宗教研究所，我唔知影阮政大在高雄有分院呢。哦，哎，阿姊，你迄时吼台北的政大。哦。阿你咧？啊，我是高雄澄清湖边啊迄个。正修科技大学哦，正大哦，正大正大 ，OK OK， 好好好，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、这样子的一个风哈、你怎么去感受幸福？哇，其实今天天气非常的热，但是我觉得现场大家都非常的热情，而且回到高雄哦，我就觉得哎、欸，特别的温馨，然后特别的怀念，有好多美好的回忆，尤其都在旗津啊。对，像以前我们小琉球啊，只要因为小琉球比较没有什么娱乐的活动，所以我们高雄算是我们的天堂哦。所以我们只要放假，爸爸妈妈都会带我们来高雄啊、看电影啊，去游乐园啊，百货公司，那也会来旗津这边吃海鲜哦。所以这边有好多好多美好的回忆，是、真的、哦。那你要怎么推广？这个旗津的观光呢？啊，像旗津这边哦，因为哦，
安台湾海扇就多，啊，但是海扇四个都嘛有。可是呢，旗津非常的不一样，因为旗津这边的海鲜哦 ，CP 值最高哦。以前最有名的有迄一盘一百块的有无？哎呦，去规家伙来吃，一千块就吃到八八八呢，恁讲对不对？啊，你海扇吃了，啊，走来老街才行行嘞，啊，吃这个番茄切盘。哦，哇，刚才吃到了，对，就特别问迄、那个。导游个姜啦，那个味道非常的特别。嗯，啊，吃了啊，搁坐船来去西雅湾，行行嘞。西雅湾是什么？西雅湾西子湾。哦，啊，那边最有名的就是咱这大碗公兵啦。哦，大碗公兵吃了的时阵，搁来中山大学遐行行看看嘞，来啊去有狗看安尼啦。啊，要去有狗看哦。嘿呀。欸、台湾猕猴有吗？是，梅姐今天算介绍到金球转嘞，伊算哦有准备的，不怪是这个政大毕业的嘛，是是是是，厉害厉害。那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，那不能只有一首歌啊，因为今天哦是主题是幸福嘛，哦，那就由我这个已经单身30年的人来唱这一首《一支小雨伞》，掌声欢迎陈梦贤。做阵也着一支小雨伞，雨愈大，我来照顾你，你来照顾我。虽然双人行相伴，拄着风雨这呢大，坎坷小路又歹行，咱着小心行，你甲我。一支小雨伞，雨愈大，啊，甲人哥哥心情也快活。好听吗？谢谢，这边有掌声哦。啊，这边有没有？哎，谢谢。咱两人做阵也着一支小雨伞。雨愈大，我来照顾你，你来照顾我。你我双人共一伴，不惊风雨这呢大。黑暗小路真歹行，咱着小心行。你甲我做阵也着一支小雨伞，雨愈大。甲咱哥哥心情也快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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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情也快活。为着环境，袂当来完成一段永远难忘的恋情。来到小日的海岸，经历永远也无改变。有平静的海浪声，像阮有平静的心情。啊，你体贴情景浮在眼前。虽然一切拢是缘分来造成。感情也是无变，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。为着环境，袂当来完成一段永远难忘的恋情。带来到小日的海岸，永伫游园也无改变。有平静的海浪声，像阮有平静的心情。啊，离别的情景浮在眼前。虽然一切拢是缘分来造成。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，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。